本期讲解一个快手抖音野蛮人啊，野蛮无人带货玩法，无门槛，纯佣金1000以上，一台手机，无粉丝要求啊，新手小白就可以直接操作的啊。下面就是无人直播啊，带货赚佣金，简单粗暴，在快手、抖音平台上通过手机开通无人直播的形式吸引客户，然后挂上快手的快翻小品或者抖音的橱窗推广链接，佣金在20%到50%之间。客户下单之后，快手、抖音上的店铺会负责发货收货，我们只负责赚取其中的差价佣金就可以啊。优势是操作简单，不用真人出镜，无门槛，不用保证金，不用实时在线，不用维护啊。再来看看，快手的话是零粉就可以操作，抖音的是1000粉就可以了，多数的话2到3000就可以起号。来看看课程目录，包括项目的介绍、账号的转备工作、如何翻销、如何选品及录品以及如何挂车直播啊。这个累计成交额10多万啊，这是这一天啊，开播的是1个多小时啊，非常猛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5节视频课，还有项目需要的资料全部都有提供，小绿点、收益图啊，全部都有。如果需要板套课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个无人带货法或者是野蛮无人带货，就可以下载板套教程了。